自直播他都会跑过来跟我吵闹的那种，但是呢我觉得我也跟他说的很清楚了，其实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的，家人们都是知道的。这个是我一个大号。对，早就分手了。家人们给瓦吉说一下，瓦吉他呢，他呢是小五是什么样的人？小五是什么样的人品？他可能不是，因为瓦吉呢可能不知道情况，所以他可能不怎么了解这个事。家人们跟他说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跟他说一下，对，分开都大半年了。这个黄毛真的是，但是你这种也不对呀，分了就分了，好好的给人家说清楚嘛。说清楚了，他就是一个夫妇。怎么说呢，影响了咱们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小五的终身大事，有点坎是吧？瓦姐，你不要去考虑他好不好？不要去考虑阿日。怎么说呢，咱俩如果咱俩在一起了以后他看到的话他就会放弃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他现在只是看到我们两个还没有真正的在一起，所以他才想抢过去这样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两个就那你同意了我们两个在一起了，他也会死心了。但是一次又一次，咱俩要团结一致好不好？你看到没有，看到家人们说王总小五哥团结一致，对，咱们两个要团结。如果他现在这么一闹，然后呢我们两个又那个的话，他就高兴了，知道吗？他就高兴了。还是有点卡吗？气人，气得我都不想说话了。现在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太卡了是吧？这爱是非不开呢。对，家人们说叫咱们两个抱一个，我都生气了。我手机拿到，你下一个，你看你手机，你看到没有？家人们都特别的喜欢你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哇哦，一看就是像个大明星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一看就是像个大明星，看到没有？是有点卡，太卡了，卡吗？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打一波，打三个字好不好？打三个字。正能量。打三个字，不是。打三个字。不是正能量，家人们知道的。正能量。打三个字。正能量，你看吧。不是，打三个字，家人们，打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正能量。来，打三个字出来看一下。正能量。你看瓦吉开心起来了，来打三个字。我看你们有没有打出我想要的那个。对，牛，看到没有？我想什么他们都知道的，看到没有？在一起，你看，我三个字不是正能量吗？
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妹的支持，一定会很幸福的，知道吗？幸福吗？嗯。看到没有？嗯。太毒我了，家人们，你们太毒我了。我想什么你们都知道。这个拔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太烫了，直接没电了。家人们都，家人们都那么的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，那么王姐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，我都要气得快要半死不活的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小五呢不懂得表达，但是你知道呢，我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说实话啊，说实话王姐，说实话啊，我对着啊那么多咱们直播间啊1300多个人说，说实话我今天晚上啊你没有来的时候全部都是冒汗的，那么因为我第一次那么激动，第一次那么的跟想跟一个我喜欢的女人说那句话，所以说实话我已经用了我的全部王姐，所以呢你看家里面那么多，家里面呢也啊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，谁在连麦啊？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？可不可以王姐？现在状态不是很好，那就先开心一下，我先笑一个，笑一个嘛。不想笑。你这样我，对不起了，我跟你道歉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了，我的错。我以后呢，会把我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的。嗯。所以我只说实话，我前两天没有接受你，没有答应你，都是。怕啊，怕这些事情，怕出现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你。但是我想来想去，如果两个人相爱，两个人相互喜欢，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什么都阻挡不了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不要因为啊，不要因为一个阿日就把我们咱们泡害了，知道吗？不要把我们这个。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不接受，如果你能给他说的清清楚楚、清清白白，我还是能接受的，我也会答应你的。但是你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。你是许建吗？别出汗了。我又出汗了。是不是有点卡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有点卡？就是有点卡，他们说。感谢开心姐姐送的墨镜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咱们待一波下来分享一下粉丝群。不卡是吧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取消吗？取消。他是长得丑是吗？那么，咱们直播间里面1000多个人，让咱们打三个字，有500个你就接受好不好？家人们来打500个出来，在一起打500个出来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他说好。对，来咱们我数3、2、1一起打啊，看一下啊，让王总看一下咱们的正能量，来3、2、1来开始。对，
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还是怎么办呢？这个还是怎么每次？马上两百个了，看到没有？马上两百个了。对，你家人是非常两百多个了，家人们两百多个了啊，还差三百个。现在二十组了，要不我重新跟你表白一次。你家人们这个态度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。看到没有？家人们对咱们两个的支持，看到没有？感动不？感动。非常感谢了啊！我心意，这个心意我领了，我接受。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感动了，我不能再这个样子了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不是你的能量有多厉害。而是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些，家人们太给力了。感谢我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妹，感谢你们啊，感谢你们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接受。听到没有，家人们？听到没有？他说什么？你们听到没有？感谢啊，感谢我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妹，感谢你们啊，因为是你们感动他，不是我感动他，因为你看在一起已经打了十来分钟了，一直都是在一起，所以呢感动了咱们的娃姐啊，所以就娃姐待下来了，所以首先还是感谢你们啊，这个是因为有你们啊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所以才感动了他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感谢啊，感谢我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妹，今天晚上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啊，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支持小五，所以小五呢也特别的感谢，特别的感动，而且呢今天晚上是小五的一个终身大事，我第一次一个心，截图家人们，这不是什么？OK 了吧？再比一下嘛，再比一下，再比一下。OK 了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啊，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。今天晚上呢特别的感动，也特别的激动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刚才他都没有答应我的，知道吗？他都因为有这个阿日，但是他也是真心喜欢我的，我看得出来。你们知道是吧，小五呢也不会是随便去接受一个女的，知道吗？但是他呢特别的关心小五，而且呢也是方方面面都很 OK，我也知道他是真心的、真诚的喜欢我，所以呢，我想了好几天晚上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他第一次给我说的时候，我就差不多都知道了，但是呢，我假装不知道，对吧？谢谢家人们一路这么支持着啊。本身是我之前对他有这样的想法的，但是后面出了这么一趟，我确实心里面有点不舒服。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把没有告诉我。